各位早晨，欢迎大家收看校园透视。早晨啊，郑伯。早晨啊 ，Fish。系咧，最近有啲咩大件事发生呢？嗯，圣公会女明才中学校园电视台台长阮乐恒啱啱离开咗我哋。系啊，我哋对呢件事都深感惋惜。而啱啱新任嘅台长蒋修文亦都啱啱上咗任。不如就等到你睇下当日嘅情况。班交俾蒋新文同学，或者交俾苏嘉怡老师，之后就会有人嚟联络你哋噶啦。详情请留意呢个网址。多谢大家收睇。详情请留意呢个网址。